Hello，我是小小洋芋片。我今天来玩的是 Roblox 里面的谁是杀手 Murder Mystery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尽量看可不可以赢个一局。那我就开始喽，开始第一场的 Murdery， 很棒哦，谁要给我杀的？过来，谁要给我杀的？还有谁？来，过来，谁要给我？还有谁？还有谁要给我穿？快点出！有人下去！还有吗？有人要赶紧出来哦！有的话赶快出来哦！快出来哦！快出来呀！出来呀、啊！出来呀、啊！结束？哎、欸，还没，还有一个。还有人。结束了，到底是谁躲那么？跳谁？这边这边，结束，耶、yeah, ！第一局就赢了，就赢了。第一局就赢了，帅哦！第一局就赢了 ，nice。耶、yeah ，这就是等下一局吧。第二局是平民，哦、，freak， 好，又输一局了，耶、yeah, ，我成功钻进来了。尝试出看钻出去，
刚出来了，再装进去一次。又进来了。Nice 哦。Nice 哦。这酒是平民。我拿错了玩具钥匙 ，Scary Key， 恐怖钥匙。这黑宝看起来很可疑哦。都没有人死，那我顺便讲，这里有个地方可以领那个这把刀，这把 RB 大战的刀，我已经领过了，所以可以不用领了。这把 RB 大战刀，勇敢比你应该以后也会讲在这里。他说他有了，我看一下。有他有他有了。结束了。好，这期的时间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那喜欢影片的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订阅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喜欢，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订阅。那如果想持续追踪我的频道，可以开启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接受通知哦。那我今天就到这里喽。那我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